上分上帝为什么上不到别人头上？是算了呀，晚一步嘛，算是算到了。看什么看啊？臭傻逼啊！那你不点外卖吗？我不吃外卖啊。我还有五分钟外卖就要到了，帮我拿一下嘛。我不吃外卖，要等爸爸，爸爸帮你拿。爸爸个屁！哎呦，外面那么冷，不想出去。啥？这个月？太少了吧，今年。看一下，看看。拍摄。什么拍摄？啊，你说二十八号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要跟我一起的。你们15天不放假，太恶毒了。什么15天？放假呀。对吧？哎，怎么不放假呀？没事，林伟强，6号你们要学游赛，我可以放假，我可以休息。滚吧你！哎，这什么 ？LPL 全明星是在上海啊？对啊，就成都啊，上海，你看。知道啊。那这5号为什么是上海？9号是那个成都。喂。啥带货？啊，你就放门口吧。有带货啊，你放门口吧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那小外卖到了，帮我拿一下。拜拜。你等一下吧，你等半小时吧，我再点一个，你顺便帮我拿一下。对，不说话，不用说话，没事，不会死。别说你考8分，我是信的。不可能的吧？信的，说实话，你英语还没有学好。英语确实烂嘛，承认啊，没办法。国王至少还能叫的，还叫的。我英语只会选择题。你现在没办法来说一句，可以的话你来说一句。Fuck you more。这句没有用，这句我教的。什么？真的，我英语还可以吧，有时候运气好能考，能多考一点，运气不好就没办法。哎，我会数学好吧，我数学也挺好的，数学真挺好的，不过我只会数学。你们真的太恶心了，怎么？